Let me see.上面是火腿粉，然后再倒一点巧克力，这是叫蒙古，巧克力，上面这些都是硬的。 这个绿色的奶油不是橙味，是可颂色，加青石树莓，然后外面是一圈巧克力，就是开心果肉的奶油吧？它就是好独特，就是开心果肉的奶油，外面是一圈硬硬的都是巧克力。